据了解呢，万安桥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2006年5月25号，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，公布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。据了解呢，万安桥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2006年5月，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。